上有东西，兽皮，扁担上面有掉一块兽皮。豹皮。对。所以你背的那一张皮是什么皮？他说是豹猫啊。哎，豹猫。豹猫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山上的野猫啦，它长得像豹子，然后就人们都叫它豹猫。那你头上那一圈呢？这一圈是那个，下面这一圈是那个眼兔子的皮，兔子皮，还有上面这一圈是那个野鸡毛，还有这两张白的，这两张是白颈鸡。啊、哦，你帮我介绍一下你那个豹猫好吗？那个是尾巴是真的，哎，都是真的。哪边打到的？这个是雷公塞顶。啊，对。那为什么国家保护级的你们可以拿祖先传下来的？